新闻报道，在这里有一个疯婆被邪教洗脑。我们要和平新闻报道，请问你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去见太空人。哎，见太空人哈，外星人，外星人要来了。外星人要来 ？Yes, yes。为什么他要来 ？Yes, 他要接我们上去。为什么见外星人脚要这样子的？为什么见外星人要把脚拉起来的？因为外星人不喜欢那脚臭。哦、oh, yes. ，原来是这样。Yes. 好吧， yes. 我们就 yes yes yes, yes.